大家好，我叫张春娥，我是来自于中国重庆西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的一名教师，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个会议，并且也很高兴在这次会议上做演讲和交流。那通过这次的会议呢，我了解到很多其他国家的一些关于纺织品和服装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次的会议上学习到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关于服装方面的一些内容，并且我也非常高兴能够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能够在中国重庆举办像这样的一次会议。